我想问你，这个唱片，哎，你问啊，我想问你，哎，你记得贝斯手，你的美女贝斯手曾经理过平头是哪一年？他不是平头，他理光头。对，理光头哪一年？对对对，你看吧，为你介绍小清新的初老症现代症候群的真正的完人在现场。你这样问怎么答？我也理过光头，请问你我理光头是哪一年？麻烦请预告一下，谢谢。真的，我是民国70年三月退伍的，所以我是民国68年，67年是3月1号入伍的。我入伍当天就理大平大光头，呀， yeah, 我记得了解。哎，刚刚我在发现这个，你戴这个还蛮帅的，尤其一个大头，一顶帽子戴不下去。这个、这个、船跟这个帽子是。有搭配的，我的那个 Lucky Star 文夏先生晚上来的时候要用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要不要给家尊郎？啊，你刚刚个地看麦啊，他到底完全看嘞？完全不知道。现在这些小笨蛋，那个一个演唱会里面呢，跟一个记者会，充满了这么多仪式性的东西，到底跟这个专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呀！大家告诉我，这个船跟这个家尊郎的爱。跟我啥关系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讲的尊神，对，好，阿伯你地接吗？兄弟，我说你讲的尊神，我觉得你已经跟开始主持的有点不耐烦了。没有了，我不敢了、啊，不敢了、啊，不敢了、啊。好了，申哥说真的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所以特别。其实你的汗已经多到对对对的，哎呀，所以镜头不会带到我，反正无所谓了哈。好了，申哥戴一下嘛，到底像帽子人家拍一下照片了吗？你刚刚一直戴了，但你一直在动啊。要划船，现在就要划吗？我们俩划着船，啊不，这里别划，不划不划，你赶紧来，来这边有一个桨，先让您划一下哈。吼，对呀、啊，我问一下，你想，你先告诉我们一下，你先讲句话，待会让你好好的拍张照。你要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？我要来威尼斯，转了滚滚多拉。耶罗斯特罗罗斯，好，申哥，你可要停一下，让他有一个 pose， 有一个动作了。你要停一下，每个面向看一下。你说你今天是文青，你今天不能笑，今天要严肃。好，对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，申哥，麻烦每个面相都赶快一下，好不好？今天你要非常的配合。大概主持申哥10几20次以来，大概今天是最配合的一次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呦哎呦，好了好了，给麦克风了。不要这样，快忍不住，我知道。但是今天，我阿妈讲的，做戏空看戏哦。今天哈、哦，这跟演唱会到底什么关系呢？这是。